下 V L D N L N D 在哪里？去哪里？还是我讲错名字吗 ？C N L D N 是你们吗？不是，这样就尴尬了。还没有来，那有没有人突然想要上台的？好，没关系。敖丙要不要唱？我们也可以开始，就是预告我们铁花村就是工作人员自己也会有一个演出，来了吗？那就是在暑假的时候，铁花村会自己工作人员会有一场演出，叫做铁花村卧虎藏龙，目前会在7月28号，就是你看刚刚看到可能帮你们做饮料的推销产品的推广产品的，还有坐在办公室的会计，都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出。那我们现在都在准备中，如果大家暑假有回来的话，就可以参与到这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演出。因为平常我们都是在当就是幕后啊，或者是在帮人调饮料的，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变大明星，都要化浓妆的之类的。7月28号，好 ，L L N D 吗 ？L D N， 你们好了吗？好的话就进来吧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。大家好，我是 Lydian， 这英文字是我们三个人的英文，就是名字这样，然后弄在一起。然后第一次表演有点紧张，希望大家就很喜欢我的表演，好吗？好。第一首我们唱的是张惠妹的《彩虹》。
想。